小猫咪真的会吃醋吗？昨天我买了个兔子手写课，男朋友看上去很喜欢。毛茸茸好可爱啊，比矮油还要粉嫩。当时矮油就不高兴了，我以为矮油不会理他了，结果第二天。蹦迪你个蹦迪奶冻，这是猫中小天才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姐姐在训练奶冻握手。Hey, what's up?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啊！奶冻过来，奶冻，难道是我婶儿？你在哪儿啊？嘿嘿，我婶儿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